平安哈，这个第七页，第七页哈，咱就讲几条啊去啊，啊咱即马过对头前第六页，下尾啊两撮，安尼甲顺延落，安尼顺延落哈，看无？第六页尾啊两撮。这个从本经的主要意处，基础的讲，最主要意处的讲，基础安尼吼，一重点啦、啊、哈，迄、那个向是向宣说大乘经的，是宣说大乘经，啊，即马来哈、啊，是注重。家行为，啊，家行为，咱第五十二开会内底有讲过四家行，包括软位、啊顶位、忍位、甲坐地位。即个若要讲是，若要讲个详细啦吼，差不多爱对即个菩萨五十二开行，安尼来说起，来讲安尼较详细哈。这四家行就是伫这地仙菩萨，要跳去哩地上菩萨，而这个家行，比如讲咱即马高中，高中毕业，啊要考去哩大学安尼，啊要考去大学中间吼，还佫有一个用功安尼，迄、那个用功，你若彻底用功，佮考会着，啊若无用功，就考袂着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所以迄个有分做四家行安尼，啊，即伫这家行位啊，甲通达位，通达位是啥物事？咱前日有甲人讲过，就是初地入心，啊，自心甲出心，迄个即甲规套来讲啦哈。啊，通达位了，所以即、這个，咱就甲人讲，为色受行诶，即个讲五位。第一叫做诸娘位，诸娘位就是福诸娘甲智诸娘爱加强。啊，诸娘位呢，就是包括十善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位安尼，这个较叫做诸娘位。啊，那个鬼呢，加行福、加行数、加行位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刚才头摆我给讲迄个，啊，即嘛个通达位、通达位初地。啊，入心，啊，甲自心，甲出心啊。啊，再过过一个叫做修习位，修习位呢，就是初地到十地安尼，这个叫做修习位。前日才跟我讲着，有哈、哦，啊，即马落去较达到这佛位，佛位较叫做究竟位安尼。哦，这位修修道的五位是安尼讲啊。所以即嘛大乘大乘法的即个佛心就讲重点了，对，重点是在即个大菩提观为本安尼。即、這个大菩提观就讲四方誓愿，叫做大菩提观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安尼。哦，这个是叫讲。大菩提心为本，这个是四条吼，爱真健康。还了解吼，一定你若不用这四条做根本哦，将来是无可能成佛安尼，绝对袂成佛。安怎吼？所以，但是呢，菩提愿的起点就是大慈悲心为上首，就讲的种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一定系安尼做。哦，啊，即嘛空慧为方便，即、这个空慧那叫做智慧，就是辩才。啊，所以今日咱若无学学法得着，无学法喏，咱面对的众生无量无数，啊，根基嘛参差不齐，啊，当然你也有智慧，啊，生出方便出来，啊，较会当甲众生转袂生哦，哦，这点较有可能。啊，所以你今日真的是无深入经藏，
将来你真正无迄个地主娘，有通来度众生，这点是必定的。啊，你总有地主娘吼，但是如果你若要福主娘，我正讲啊，注意听哈，你准会当度众生啊，但是有那无众生通来听你讲经啊，因为你无建立度众的因缘安尼。我建立多种因缘，你准会恭敬。像即马即个时代吼，应该会恭敬的人那袂少，有深入经藏的人那袂少，所以有地主娘。但是呢，伊袂当普现，这就是福主娘不够。啊，今仔日事是会当恭敬，啊，但是有闹众生，佮提供即、這个。这个经费安尼，提供这个讲法的这个经费，有人给提供。这个咱这地主吼，那不是伫讲堂发心，啊，那无就是汇款来，又个汇款来。啊，所以即马这个是咱无重点，就咱过去有种这个福缘，福缘听好无？就是有含足个众生结缘，啊，今日今仔个当互助。甲咱自力这条钱安尼，啊那自力袂够呢，师傅嘛会当用供养金来读安尼，供养金来读安尼来都有够，所以这个就是过去那福主娘的普遍的这种工课安尼，啊那无话咧，可能都无这条钱，吼，啊那如果再讲有钱，考试出来讲了无正常。啊，这就害了了啊！啊，你讲你算有钱，啊，不过智慧无固着，啊，你都讲经讲卖，迄、那个经济未散开，未散开就讲你敢会晓叫人念佛啦，叫人创啥，唯有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个说法的人吼，伊无地主娘，伊经典看无，啊，看无呢，又有讲讲一挂含迄个经藏无符合的。啊！就伊家己想教也讲教也安尼，吼、哦，迄款就是地主娘无教，无深入经藏，很、啊、了解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本经所明说的，诶，菩提道六分三段，像咱要讲是菩提道，啊，佫一个有那个显现西方的，伊讲伊去西方修到七地菩萨不动地。伊较要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啊！我即马感觉可能经藏看了有偏差。伊即马讲甲伊七地，啊七地是两第二阿僧祇劫圆满嘛？看到八地，因为七地就是即个个圆形地嘛，啊八地就是不动地安尼，对吼？你可能记得掉，伊讲伊到迄个不同地，伊才要过来。啊，你讲想讲到不同地，西方一天咱遮一劫，啊，等于咱这个娑婆世界两大阿僧祇，较到不同地安。啊，你想讲这段中间哦，在众生轮回生死，是已经伫咱这个国土经过无量阿僧祇安尼，到这个。到这个个不同，就是咱这个国土是轮回遮久啊。啊，我是想讲应该吼，伊个发心吼，就爱讲我来见一阿弥陀佛，伊有迄个水准就对吼。我来见一阿弥陀佛，我随便过来。我想是安尼较正常。哦，所以书前日甲恁写迄个减缓刀顺雕珠眼，迄叫做减缓俩呢。啊，怎么像是来见一个面，啊，搁随倒当来？迄、那个意思恁看好无？有吼、哦？啊，所以咱这迄个讲法，那個、就讲我来去见一个弥勒菩萨，我随个倒当来。应该大慈悲陀是安尼啦吼，照讲是讲道家主，即时道家主旁安尼，吼、哦，安是比较较健康啦，哦。所以现在来哈，
即嘛讲，伊个个菩萨道吼，六分三段，第一叫做修功大正行啊。啊，即功大正行啊，甲中午菩提关。即个功大正行当然是叫做大乘正行，哦，啊，大乘正行是注重哦，注重即个菩提心愿，就是菩萨心愿啊。迄、那个菩提心愿的菩萨心愿，敢了解？哈、哦，第二十行深中观，啊，甲中午空慧安尼。即嘛，即个中观吼、哦，是中道意思。学习深入中道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中午空慧，即、这个实务深入中道，即、这个就是注重个人的开悟安尼。智慧开发出来了，开悟，啊，这样实务空慧就是方便了。啊，今仔咱讲真正吼，你若今仔日下当注重这个中观，对这中，总共你也未开悟了吼，中道也未开悟，但中道之理你也知影，安尼应该这智慧就出现，出现吼，你要方便说法，就是离不开中观啦。绝对离不开中观，哦，啊！你若要当先叫做中观吼，当然恁来看一观中观论。啊，这中观论你即马头前吼，第一品缘起品，你来甲看，你知做普贤，你来修得当普贤，啥普贤？什么叫做中观啊？哦，你存的哪有？啊，来第一品得甲看看几遍啊？安尼对你吼、哦，要开悟有真大帮助安尼。啊，若无得自己弄好经，哦，即前拢甲恁讲过。但无第三，甲做教化事业，做教化事业就讲一生爱大富说法。因为你既然十空观啊，空慧已经有，当然你一定爱做教化菩萨，做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，一生得着。啊，不但一生未来生生世世拢爱做这工课安尼。好、哦，不是讲我一世人讲讲的就好，不是安尼。佛尊也是佛尊，伫这地藏菩萨到这个地上菩萨咯，实际讲的是无量世。无量世重要，就讲这个国土内底罪恶的人生，要安怎样来个教化？教化何以安怎样？何以卖个作业？所以唔卡会当不苦，哈、哦。因为伊做嘅必定受苦，啊受苦你带带慈悲心叫做不苦安尼，一定爱安尼做。咱会记住啦，咱大家拢爱，未来拢爱安尼做。吼、哦，那么综合这三点修行安尼，这个叫做智德啦、断德甲悲德安尼，这三种会当具足，啊那具足就成佛了嘛。应该大家知影，吼、哦，即马来哦。安尼开当成为正确的菩萨正道呢？安尼敢看有？袂使讲他啊知影啊，但是将来履行哦，啊，佫有一个问题哦。我甲咱讲真正，吼、哦，将来履行菩萨道要究竟圆满佮佛道吼。即、这个在名利了，一定要固着来去进修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来安尼开当菩萨的，所以依处开来解释的这个经典，因为基本都是完全叫讲菩萨道的嘛。啊，所以根据这个开做这个经典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叫做啥？叫做宝石啦，啊个宝典，啊个宝剑安尼。头前有讲过安尼无？好吧，有哈，安尼唔开，咱大家最顶管就是这个佛道嘛。啊，再将来，这个就是啥？真实的菩萨人哦，一定爱广积无边福地功德的根本安尼。啊，这广积无边福地根本就讲福，一定要不断的精进，不断的去做安尼。未使就无做者。到做你今仔日，我讲一句实在吼，这个福
当然是第一点就是那个布施。啊，布施呢，在师父今仔日较重视这个法师呢，就那叫做修行。但是虽然今仔还阁无法度用这个言教来布施，那么咱讲在世袂使就亏欠。最熟悉的代志，亏欠了后，第一，你将来准有合理会当建立嘛？建立这个布施道啊，这个法施道。不过你都无结缘，啊，将来可能无众生接近你啊呢。这是熟悉的代志。所以这款问题吼，咱绝对必定要坚持。比如讲，咱出钱来做一挂救生，啊，是护生的这个工作，迄嘛皆不容易啊。啊，知影无？将来海拢咱渡的，咱要渡的对象啊。最熟悉的代志，今仔日一间工厂建立起来，咱这不是跟咱几个去听的，这几零足侪只听，这嘛是咱渡的对象，将来伊就跟咱扶持啊。啊！假如你今仔日拢都唔肯的，对，比如讲，这个工程需要费用你都唔肯，那么在两天后还，伊知影你直接还咪结连结无着，哎，对你可能有那点啊讨厌。师父不断的教大家代志，啊，你唔做，无迄个勇气做，所以你家己想看，安尼个人即个福德吼，福资粮都建立无着。但是经典甲咱讲，这是建立地主娘啊的功德啊。但你今仔日当唔用讲，比如讲听一档啊，听无啥有，搁再听两档啊，听无啥有，这个地主娘都建立袂开啊。所以今仔事安尼甲恁讲，甲恁教，恁当爱搁复习，吼、哦，这个心机开始生出来。啊，你讲听，啊，你当准听，准听咧。这高富叔，佮高富世尊，啊！你佮要延续真言，譬如讲你过去有读过大乘，啊，要佮延续今生嘛是，佮是讲这个生智慧嘛铺袂起来，啊，家行慧嘛得到真少安尼。哦，所以这个云啊一定爱做，这个地主呢，譬如讲今日师父想讲要来讲这本经典，我嘛袂再讲客人就讲呢，我得复习。啊、哦，虽然讲过去讲一遍了，你看我即马家己写吼，已经整理个，找时间整理个二十页，好、哦、提前整理，有时间就提前整理安尼。啊，这不是讲我要来遮看这本的，我得去看《楞严经》哦。哈，《楞严经》改变一寡面相，我爱找出来。所以我讲了较会流利，啊，恁较会捌法。啊，我总是袂使讲从容茫茫。啊，一本经啊，起来特别讲，安尼袂使真。哦，啊，搁再讲个时间有，搁再看中观。因为我有意思，今生有那中观看有迄个因缘，通我讲个无？中观真歹讲哦，真歹深入，我得搁看中观。啊，即嘛来呢，想想个得搁看些啥？十诸比菩萨论。安怎样吼？啊，所以一定要多方面去攻克。啊了，将来会当做有风机源，比如讲直接看到一句话，唔过这边来甲选来用，佫真合。安尼，我得爱选过来用，安尼来拄啊。迄款叫交叉，交叉这么发机，甲恁讲了，恁就捌足济安尼。啊，所以恁正长文爱看。比如讲《金刚经》讲过，恁来去复习《金刚经》去课上，因为迄本是空理，你嘛爱来看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一定爱安尼。啊，若无得《心经》去看，安尼来开输入咱个人的发心来得哩。啊，你若叫做长期吼，你种空咧，可能一日发真少安尼。好、哦，安怎样？安尼就袂当作为未来的成德慧。啊，做进来得甲讲安尼哈，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进来都有写着正法的顶部吼，是一三得二正正法了。这个他妈无读着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迄、那个一三得
就头前讲个，吼、哦，就是即个修功大正行啦，啊，做教化事业啦，啊，甲深入中观中有空位啊，一定爱安尼。这是咱要进度要学的即个过程，一定爱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毛进来底，即个是真实修行的菩萨，一定爱功德无边。诶，这个福诸娘、地诸娘，诶，这个功德顶报呢？哦，因为你这学起了吼，这款的顶报唔比用世间的顶报来讲，这款顶报是未歹去的。这款顶报绝对未歹去，就是将来可以当光芒四射，哦啊，成就无上菩提，这点是安尼。哦，啊！你若讲唔学，就无得到这物件，哈、啊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像经典讲的，真实的菩萨就说有这个四大种啊。这四大种是后边会看到，后边看到哈、哦，就是本经的后边段。但是四大种，伊一定爱立足善根。立足善根是啥个呢？第一，你将来有迄个善根的人。来，你坐下听经，啊，听了真清楚、真明晰，伊开发起要想要修，啊，互你了方案嘞。啊，搁再讲，开当做无量福德庄严。即嘛，即个是无量福德，因为你今仔日即个不然，就是讲你说下广度众生，啊，众生有实质，问你的，问你说下了，听你说下了。好、哦，会当接受你的说法的教义，好好修行啊！呢，这个叫做尽尽无无尽众的这款福诸娘啊！哈，但是为着要说明菩萨的福德是无量无边，这么这是跟他讲福德呢？菩萨福德无量无边了，用大地顶九十种的比如来显示啊！呢。啊！即大地顶九十种的，比如这里应该是伫后边这段啊。啊，大地有偌济种的对比生偌大，你甲想看卖吼、哦？这个大地基础的这动物啊，甲人灵，是不是依赖大地而生存？啊，佫生生不息？用安尼比如，这句话比如咱就知影。像今仔日大地。咱即嘛人依赖伫大地，啊食也是依赖大地，即个食物产品去食去过活。我讲咁对，咱无一个无食即个大地生出水果啦、炒菜，吼、哦、啊！你个动物也是居住伫食，啊，做人安尼靠着大地即个德，所以大地的量含洪供大安尼，这是易经内底坤卦讲。哦，啊，所以这里就讲，将菩萨心像大地，像大地中间哦，所以菩萨像大地，所以众生依赖这个菩萨行者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增加到这个寸功寸进啊呢，我那会当来成就菩萨行者，以成就福德，但是在众生也当了解了，依赖这个菩萨行者来修学，我那成就福德啊呢。啊，所以我今麦甲注意讲哦，今仔日爸母因是在真大，这是对。但是爸母因吼，袂当互人解脱。但爱注意，一个名利的名师，啊，一个菩萨道名利的这个名师，较会当互人将来成就解脱道安尼。听来注意一点哦。所以进来得有写一个啥写者，必定爱尊师重道。这你知影无？啊，那今仔日告诉讲啦吼，今仔日无，咱无这个因缘做会啦。注意，解脱道、菩萨道、成就佛道的，在诶法义，咱别安怎去知影呢？吼、哦，别安怎解脱，别安怎做菩萨，啊，别安怎将来成佛，这个别安怎去知？哦、所以即即马等一下去看下，所以即马在在讲，用大地十九种，比如即个阿伯应该有写啊。所以菩萨的正法定报，
较叫做保值安尼。一定爱累积，累积就讲不断的增上缘。譬如讲风的枢纽，我那一定要不断的增上缘。啊，地的枢纽就是不断爱饮食安尼。哦，总是袂得讲饿一点嘛，你就感觉饱足，饱足你到尾你就，那讲，家己出局去，就是佛法内底就家己拍出来安尼。你就无当这个佛道佛法中哦，假存的余地啊，就无乎你这个大的余地。哈、哦，安怎哈？这是经典本意啦哈。但是第二头前再过一第二的正法定报，第二叫做结光带，爱结果明。结光带这是中央讲的啊，结光带个结果明，安尼呢将来开当达到崇高，崇高的摩诃萨了嘛。啊，你今生今世你若讲讲无尽心嘛，你那有崇高？啊，在。迄个中有一种安尼爱结光带个结果明啊，唔是光带安尼散散，啊无达到顶部的水准就叫做无结果明。这是中央里面两句话啦，吼、哦，两句话，安怎吼？啊，所以开始当讲结崇高，啊，若要甲讲最崇高到达，就是这个佛尊嘛，十法界最伟大的结崇高啊嘛，这是咱的目标哈、啊。所以亲像塔婆像。那塔婆的叫做圆魂啊，就是伊的六不塔，这叫做塔婆。哦，这个伊塔足悬，啊嘛是一站一站看累积起来安尼。我讲知影吧吼，今仔日这个台北101楼，伊嘛是一站一站的起起来。啊，即马咱来甲讲，用即个来比如，咱今日未将来要伟大，嘛是爱直直正常言啊。你若无正常言都袂使啊，即进前都甲咱讲过啊，吼。第一修学分，即咱过去有讲过吼，用功修学分。就是等于佛法的正常缘，正常缘呐。后来就是变异现世，正常缘就是对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后悔，正常缘的后悔，后悔诸牛啦哈。这张理代表我老公，这不是给咱提醒。阿个变力先生嘛，安尼啊，今仔日吼，咱阿未合法的进行。他们都无啥名利，再讲无啥，真正无名利就对。像即马世间的人少啥，不你赚偌济钱，地位偌高，赚啊干死去啊！但死去了，因顺这个人间道来的，伊要爱的财产，啊要爱的地位，伊就做出无量的这个业出来。我跟你讲哦，有诶讲啊，我着使使上米的，就是这个。宾属还是免也不了的，啊，就是我伫社会地位，今日是社会地位的人伫地方呢，加码32斤，迄地位悬啊加，恁敢看到新闻？你个家哪的？伫地方呢，他妈吵到咁要拍，迄款有加无？迄地位相关的啦。啊，迄嘛是伫人间道内底吼，我看伊拢使迄个面子诶300字以上，300字诶，啊，若无就使 BMW 诶，啊，毋过伫遐个骂32斤，伫遐骂王八蛋啊呢，迄有加无？但咱今仔日既然就要到即个佛，
佛陀的线下，咱绝对要注意修学分。修学分就讲，我今仔一定要好好用功，吼、哦！好好用功的自然就增上缘，缘就愈深厚，吼、哦！啊，怎愈深厚？这个修法就是福慧两项的资粮，好好去建立安尼。即嘛，这里慧资粮就是一定要深入经藏了吼。啊，福资粮就是量力尽心安尼，量力尽心。昨这个代志，我昨有哪有伫这个个台北讲安？你敢那无量力尽心，八日啊吼，众生会隔绝你的因缘，绝对隔绝你的。只是你真好讲，嘛未捌你安尼。啊，你真好讲，嘛未来听你，未接受你。啊，你总讲你要做法律，嘛无人甲你帮忙。啊，你要发界为钱，要讲经，嘛无人通好甲你出钱。什么人要你出钱？都无言地那边，哪甲你出钱？啊，无甲你出钱，那有甲你出钱，这个法放出来了，佮会当得的足济人，佮同济会当听，而且因缘如故障。我讲你应该听有吧？吼、哦，如故障啊，就如济人玩的就对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佮再来，这个福慧资粮，它叫做变异生死嘛。地地前菩萨在里边变加数加现过了，入初地，搁在里边变加十地万万，搁变加变顶角地，啊顶角地啊变加变妙各个佛道，安尼叫做变了嘛。啊那无咱是不断在即个分段生死中，安这个六道轮回嘛。啊你今仔教主这两行拢无要转，吼、哦，这两种资粮无要正常的话。我跟你讲，拜日啊，总共会幸福嘛，拖真久安尼。啊，今日书本分上，我都会当说法，我都尽心、性命、努力去说法安尼。安尼，什么人？若要甲讲思想功德来甲讲，嘛是书家己正常言啦。因为这个学分要修吼，修到幸福哦，这是非常一定爱心大家正积极啦。我嘛是不能去正常言。我嘛不断去修学分，吼、哦，应该安尼甲恁讲，恁就听有啊，吼、哦，安了解吼、哦。听无人举手一个，我安尼讲听无啦，有哈，有就好哈，阿唔能听个独孤，不要打瞌睡，啊、哦。恁若直直听。啊，自然就愈明理，这个叫做正常缘，这个嘛是叫做修学分，啊嘛是叫做地主娘，哦，啊，像我来甲看哈，这个由正法颠簸有无边的积集，这无边的无量无数的积集啦哈，啊，即嘛来甲现出了菩萨体证正法哦。哦，体证正法地就是根本地，迄、那个无生法。你今下无伫落力，啊伫咧修，伫咧落力，伫咧修，你要开悟无可能。唔是开悟讲用讲的啊，而是用文字语去了解这个理啊，唔是安尼啊，是透过文字语的理，啊有实修加正法者嘛。哦，真来得讲，现出菩萨体证的这个。高桥阿婆在他们以前呢是差足济啊，以前像烟灰糖，阿、啊、那是摩诃萨就变成太阳啊，哈、哦！阿、啊、所以经典就讲菩萨是真实的佛祖啊，菩萨咯、哦，他是真正佛道的第二个地主啊呢。阿那无呢，咱是初初要建立俩，咱那个未当打入来加强。那就讲皇帝要传承给太子，啊，佛陀的家业要好在佛祖担呢，讲这意思啦哈。所以进来提讲真，开始真正佛祖。啊，假使你今仔日两行都唔建立，我跟你讲，凡世人已经甲咱拍出人啊外去啊。吼，因为你都今仔有听到这大法啊咧，啊，你该听经念，去听经，
啊，该即个服务猪牛，伊都有办法通去建立，你个唔建立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地主牛会当建立，你个唔听，啊，等于唔看经。好，啊，福猪牛就讲即马有需要，等于讲三宝需要，就是富的电动，富的电动的需要，你个唔肯，安都袂使只啦。好，这是量令尔，甲咱讲量令，啊，尽心。啊，所以进来底甲讲安尼哈，你那是亲像菩萨，开始真正负责开当教量佛种，教量佛种就讲注重这个佛陀甲发扬光大，安尼叫做教量佛种安尼，好，这个佛法永远重光亮安尼。啊，当然你要佛陀永远光亮，当然你爱宣扬，牺牲个人安尼宣扬安尼。好，安尼开张叫做教量佛种，但是初发心的这个菩萨有讲过了哈，都胜过声闻心啊。因为初发心的菩萨哦，伊就会当迄个发这个四弘誓愿了后，伊就知讲我将来众生无边誓愿道，安尼伊就胜过啥？胜过二圣的这个阿罗汉道啊。所以进来在讲，伊会当为初发心的菩萨会当为人天所礼敬安尼，安怎哦？初发心了，四弘誓愿发了，你若是真正有个热心哦，就天人咧给家你拜你啊，安怎哦？所以因为是报德的关系，所以叫做依，所以依报定，哦，报定是讲初发心的菩萨都真高超啊，都对。安在好，但是积是积积，积积了大成性，啊，就变崇高。好，啊，即马佫再来，你有一个讲究，就结果明。好，有这信息讲究，将来愈高明安尼。啊，愈高明，当然你计安怎样说法，就能左右风机源，唔过不离如来性格。啊，了解哦，所以今来得较讲安尼哈。为末结经有安尼讲，向即佛的世界有无？有一品向即佛的无？有哈？即向即佛的世界，做即个玄奘大师甲叫做向大。向大中间的即个大就是观的意义安尼。好，今仔日你若是真人若照一般来甲讲哦，唔是好高不远，好高不远就讲你今仔日哦无实际。啊！你干那空思妄想，你将来要做佛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进来在讲，说心说悟的人，用口头干那会当说，什么叫做心地功夫啦？什么叫做感悟啦？干那讲这无效啦，吼、哦，无效吼、哦！但是伊唔单讲平时来接来讲这功德，袂向安尼，实实在在该做落去做安尼，叫做平时。来讲这个这个地功德甲慧功德安尼，啊，干来好啊，啊满口，啊，就讲开悟啦，啊，讲什么空性啦，讲啥嘞？哦，迄无效。啊，了解哦，所以真来底是含这种刷心刷到好个部分嘞，这唔是安尼哦，是有落实，这个大慈悲道，四弘誓愿去努力安尼。点点啊努力，阿万只讲到阿未到迄个降的时阵呢，阿就着卖安尼吼开大口啦，吼阿着安尼讲讲个外观啦、外省会啦，唔好安尼哈。但是第三，即款的正法是极广大又极崇高，吼阿嘛极高明啊，所以显出了正法的宏伟庄严。啊，你正法的宏伟庄严呢？记住了，这是含小正无关，无关的哦。所以这个正法的宏伟庄严，你修到到尾，佛尊的一个个以本人的正报经哦，佛尊的正报经，他入这个华藏世界哦，迄个真正极崇高，啊个极庄严啊，啊这是以前没有哟。啊，罗汉卡都干安尼。伊也无要照顾别人，都也无家庭，啊，银行卡都一日过一日，有通做来吃，有通做来做，啊，无通做咱就要好饿肚啊。但是这个
菩萨都是普化天下众生，是一个家庭足大个哦。啊，了解无？是一个大家庭内底哦，伊所要度众生，就是拢伊个家庭伊个修行，所以叫做地主嘛，如地如主安尼，是安尼呢？啊，专门今仔，假如讲到今仔无要含众生结连，所以我咧讲，你罗汉卡嘛，叫做自救。自救多方面嘛，我家己吃一百多啊，啊，我家己会解脱多啊呢。迄、那个啥物事叫做罗汉卡嘛？哦，啊，恁今仔若讲以菩萨的来讲，地藏菩萨就是结甲地藏菩萨。我家己讲哦，像佛陀到尾安尼度无量无数，即个众生成分呢，嘿，所以前那日照讲哦，咱即个所在有那是一个大家庭安尼，啊，家庭啥物人？啥物人做家长？什么人？对啊，啊！你是我徒弟，我得跟恁教育，跟恁将来有哪会当有成就啊？所以我只能牺牲啊！敢未使讲我今日去搁救人嘛？未使只，吼、哦！恁是做我的徒弟，吼、哦！地主就是如地如主嘛，但是我是恁的师父，如师如父安尼。那用师来个讲是一定要跟恁教育。那用夫来甲讲是一定个爱甲恁听受安尼，啊要甲恁听受，该当彻底就爱甲恁教育，互恁断烦恼，吼、哦，断贪嗔痴，啊叫恁安怎行菩萨道？那像法老金讲，迄、那个大通天生有十六个囝，拢甲家家将来成佛安尼。好、哦，伊还未出家，真正有十六个王子，啊则大通天生有去出家，已经证道。啊，十六王子对去修行，啊，十六王子的今麦佛陀，啊，迄、那个上尾啊，迄、那个就是咱的这个个世尊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当时搁在刚八成大劫的款，啊，才搁度无量众生安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世代相传，神会相传，就是一定样的。啊，今仔日咱有得到世尊的这种传承。就是大乘法的传承，啊！像我今仔较讲大乘法，度咱大家安尼，啊，度咱大家将来咱拢总讲大乘法，搁再度下一辈的众生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叫做神会相传，安、啊、了解吼？好、哦，最近来得个讲，搁来讲下，这个大乘法是不动无效性，安怎吼？最近来得亲友他讲。大崇阁，啊，佮现出了宏伟而庄严肖像啊！即马是咱台湾是较无当看迄个悬的塔啦，是啊，大陆是较济啦。不过即马我所看过即个塔是差不多伫个定兴湖边啊，遐一个，迄个都足悬啦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定兴湖边，咱南北去着，但是所以呢，又称为宝岩，就是真庄严的意思，哈、哦。但是讲一句梵语，各地有三种无同的翻译。哦，无同翻译就是保证、啊保严、啊个保定安尼。安尼可见这个这本《宝积经》是相当的这个，而且个伟大。哦，但是意义啊个是一贯哦，所以上显上显安。哦，上显上显，所以梵语个叫做摩诃。摩诃亦作大，含有多无性两种意义，真济啊，真殊胜安。啊，这算是大乘嘛？大乘就是会当度众生无量，这个叫做多。啊，搁再增德性，因为大乘才能成佛，所以这个叫做胜安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小乘，伊都独善其身俩，免那叫做免那叫做多。阿边那叫做性，当然不可能讲。哦，阿做咱今虽然是阿个是一个凡夫，下三宝地主，阿从这个法师王释王开始，爱调到这个方丈行，行到将来咱个人来甲讲，有那多足的众生，但是有那真殊胜、真特色安尼，咱的目标爱调那行。好、哦，安怎哦？所以这个本经所讲的这个正法定宝。用这个宝石来讲，是有真侪意义安尼。
啊，这个报中原来是给讲啥呢？讲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啥货？迄、那个差不多像迄个摩尼报安尼，有那可以讲。哦，啊，你啊，你啊，讲一个确信，因为伊是最珍贵的物件，就是摩尼宝珠。啊，那无得佛尊嘛，啊，唔该叫做宝，啊，知吼？所以这个用，那是用宝顶来解讲，叫做殊胜安尼。哦，宝者来讲是众多，哈、哦，那就接近者宝。啊，即嘛，这个个宝顶来讲是殊胜，啊，所以这个接。以右定安尼叫做保严安，所以这个佛尊吼，诶强定，啊甲伊化众世界吼，会使讲非常高级，就是法界中最伟大、最高级的，吼啊个啥呢？伊有无量的功德在安尼，十诸量的功德在，甚至呢，搁在伊强定是会使讲十。做个庄严安尼，叫做保严。迄佛堂世界，咱是袂当讲着佛经有简单讲一个啦。不过是佛尊的环境啊，啊罗汉都无安尼。念咱罗汉是伫五不凡殿了，免受生死尔呢。啊，底下嘛，阴先生可能伫遐个，个从啊，个用耳光鼻啊，个鼻耳光塞，吼，啊若无伫遐，也要通个个入卡。入卡秀，啊，入向钢卡的配安尼，无代志做，安条吼，啊，你今仔讲伫呼吸内底人哦，假使无想要方法，伊嘛是应用啊，啊，食到肥滋滋啦，吼，你话看迄呼吸主持嘛，拢食到肥滋滋，啊，都无代无方法的意思啊，啊，都看一个景，吼，啊，都呼吸的周边安尼行行行行，看一个景，啊，时间到来食饭。啊，知影无？啊，那是讲一句实在，这个菩萨道吼是无用气心的，伊为着关心众生的这个个救度嘛，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，想办法看要爱说法，啊，要安怎来深入经藏讲正法的大乘教，啊，同我来为众生说法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安怎来度讲度较低级的众生，伊就来开这法会安尼。啊！你就无用到三比八，敢是安尼？啊！这心得安怎呢？心得有一点啊，跨界众生，讲一句实嘛，有时无用到吃袂落啊，最熟悉的代志。好、哦，啊！就爱不断去深入经藏，唔该当总结发起广大啊，甲高明，安尼唔该当众生闻法了，也能修习了，个人十足个健康，将来解脱，不但自我解脱。搁在下当来度众生安尼吼，所以今来在甲讲，吼、哦，甲用宝即个用宝石来用宝顶啦，甲用宝岩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是所以本经话叫做大宝石，大宝石的基本就是众多下去，爱无量功德在形成家己安尼，爱注意吼，即、哦这个安尼讲有下恁听有无？有无？啊，听有无？那安尼甲恁讲个音，恁有听过迄个吼？来听，应该接受会了。有听《金刚经》啦、《心经》啦，其他生物之道，应该即个有一个转点。啊，若要甲讲无转点嘛，可以讲，因为训练安尼教育起来。好，啊，即嘛是第四叫做《宝积经》的重要，重要就讲主要的即个宗旨了，对。《宝积经》的主要宗旨，所以通关所有的即个大乘经。大乘经是真济哈，足济哦，有即个早期的大乘、中期的大乘，啊，即嘛加即个末期的大乘，末期的大乘就基本法华经安尼。所以进来得讲转，即款分类两大流，第一就讲转类菩萨说的，所以光明菩萨的大乘有佛果安尼。所以即个宝积经是结讲安尼，大乘经啦吼，大乘经总是转为着菩萨讲的，啊，但是。就是真广大明白菩萨的大行，啊，该安怎样成就佛果安尼？吼、哦，亲像《华严经》这物件，《华严经》是早期的大行啊，这是解观法。吼、哦，啊，《金刚经》啦，《楞伽经》这嘛拢大行。吼、哦，这种中期的，所以真来得较讲安尼，像《华严经》就迄个早期的大行啊。
好，咱休息十分钟，明天准哦，哈、啊。